黑温人，立黑温仔啊！阵掟我，唔好走，你咩人啊？做乜唔好掟我啊？ 蔡啊，蔡啊！唔知几经波折，我而家暂时就留落咗守阵阵。你知唔知我几惊俾人斩死啊？好彩你收到我封信啊！又好彩，林柏温由佢因为失身病咩都唔记得晒，未醒起自己嘅身份。不过你问我有咩打算，我都唔知啊，好迷茫。话时话啦。 咁啊，宫中会误传我死讯嘅，我生勾勾喺度都未死，父皇会唔会已经派人嚟救紧我哋咧？话定援兵就喺附近，我哋再跟保护紧我哋添。咩事啊，蔡仁？皇上冇派人嚟，咁你会准备马车？我哋随时可以回宫噶啦。冇，咁父皇有冇口谕？对唔住啊，四王子，奴才保护唔到你，但系奴才确实唔想死，奴才上有高堂，下有妻房，蔡仁真系唔想死啊！ 对唔住啊，四王子！你讲乜嘢啊，蔡啊？你起身先啦！对唔住啊，四王子，唔系你死，就系我亡啦！点解？我都系被逼嘅啫。你冇逼我。对唔住啊，四王子！曲折刀嚟嘅啫。 你讲啊！系边个指使你嚟嘅？系大王子派我嚟监视你。大王子先系我嘅主子，自从你失咗踪之后，我就立即翻皇宫同大王子汇报。蔡一，此人辛苦晒你啦。奴才为主子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同我马上查探几位下落。生见人，死见尸，无论生死，务必要佢一命归西。同大嘅首级回宫复命。 若敢抗旨，你一家十六口就系反贼。呢个系父王落嘅圣旨，竟然系父王嘅圣旨。佢一向唔中意我都算，佢居然想杀死我。皇上，佢哋想你入赘江年神阁，就系睇中咗佢哋嘅消亢。咁啱立刻温柔又想杀你，咁佢哋就嚟个顺水推舟，咁百姓国就可以出师有名。四王子，你要记住，你千祈唔可以生勾勾咁样翻百姓国噶。 点解你要咁样对我啊？点啊！四王子，你天生人厚，你要记住初一句说话，忍先就会被人欺，你又似初一一死啦！初一。 来生再服侍你啦，四王子。我唔会整污糟自己对手，你自己赖都等死啦！